我婶在去年，去年吧，哎，前年不对，大前年三年了。对，铁花有开一个人才培训，音乐人才培训的课程。然后，我们希望对于就是有音乐有兴趣的人，来，然后会通过大概长达将近两年的一个训练，从什么都不知道开始，怎么叫你作词作曲啊，编曲啊 ，stage 是什么啊？PA 是什么？这样一路上课上下来，最后会录一张合集。他们这一届没有录到合集啊，蛮可惜的。不过我们上一届的就录了。好，那我们应该四月份可以丢出这个案子，到时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然后我要讲很久哦，先消毒。你要自己直播吗？OK 啦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欧胜。好，给他掌声鼓励。刚刚前面两组那么强是干嘛？我都有点不敢表演了。但大家都刚表演者都拿手机嘛，那我这是带歌本。今天会来报名的原因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今天在整理家里，然后我在翻柜子的时候发现这个歌本，然后就找到一些以前想表演没有表演的歌，那刚好凑成三首，所以我今天就来报名。那我也一年多没表演了，所以还蛮紧张的。那这三首歌它都是属于中古歌单嘛，就是可能有年纪了啦，但是，我以前就是，我会觉得说，为什么大人都不喜欢唱新歌，很喜欢唱老歌这样，然后我不懂，然后现在我到这个年纪也没多老，我现在到这年纪，我发现，他们不是不想学新歌，而是因为有些歌他会在他的记忆里面，他的生命经历里面好像扣住了，像我今天选这三首歌也是。唱了会蛮走心的三首歌啦，那我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第一首是严爵的《我喜欢不我爱》，谢谢。
改变，你不要改变，因为我很爱你，不想要你放弃爱情，尤其这段的来不易，我爱你真的是很爱你，所以想就这样继续爱下去，因为我很爱你，不想要你放弃爱情，尤其这段的来不易，我爱你真的是很爱你，所以想就这样继续爱下去。谢谢。那个椅子有点太低耶，结果是最高了。